你第一個安排咧？哦，你今日嚟，多謝你喎。上次你十點鐘嚟啊嘛，第一個，你幫我請翻第一個。排咗幾耐啊？十二點鐘。2021年。哦，因為我哋喺呢個香港接觸咗太多人渣啦，每14個人裏面咧就有一個人渣嘅故事裏面就講，即係話我哋搭巴士咧，點解會見到咁多人會抌垃圾、亂抌垃圾啊，做好多唔好嘅行為啊，就因為佢成日都喺即係好多人渣喺香港存在咯，咁樣咯。咁跟住我諗咗呢個題材之後就覺得咦幾好喎、啊、呢、這個諗法，有冇可能有一個角色可以對付到人渣咧咁樣？咁結果就出現咗呢兩本書咯嘛，係啦，都有傾緊啲電影嗰啲嘢嘅，但係依本就未推介嘅，因為今年先出嘅，咁或者有機會嘅，我諗未來，係啊，我一直都係香港背景噶，我出咗84本書，全部都係香港為香港人而寫嘅，老實係啦，最深刻，如果你同我講最深刻嘅書咧，就係《別相信記憶》咯，依本因為依本係我真人真事改編嘅。咁裏面就係講一個人冇咗記憶，俾人修改咗記憶，咁究竟點樣生存？想揾翻真正嘅答案出嚟，究竟個記憶去咗邊咧？就係呢本書咯。咁裏面都係香港背景嘅，全部都係啦。咁上年開唔到咧，其實好失望嘅。咁我哋都轉咗型做網上生意啦。但今年咧，知道我今年其實咧冇預備定簽名會嘅直情，但我估唔到好熱烈咯，今年真係。因為我今年係冇啊，今年我直情安排人手少咗噶，但誰不知我哋今年生意幾好嘅其實，咁我好多謝大家支持咯，尤其是今年第12年啊寫書，咁仲支持香港作家嘅讀者，其實係好值得，我好榮幸，我覺得係咯，好多謝佢尊敬我咯。